排队，空气湿哒哒，人缘很坏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阳光变得洒下来，看着整个城市在恋爱。不可能错过你，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，我不期待却偏要来。不可能错过你，爱情终究人迫不及待，多么愉快，自由自在。嘉义大学的同学，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想谈恋爱，忘掉不自由，钱会花很多，朋友则坏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彩虹跟着跑出来，看着整个城市在恋爱。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，我不期待，我不期待，却偏要来。不可能错过你。耶耶耶！哎，结束了。没有还有一天。你们好吗？哇，真的好多人哎！这是整个学校吗？全校都在现场吗？全部人都在现场吗？好，对，这样比较对。好，今天带来了很多首歌。哎呀，哇，火车也来了，哎，火车上面有很多观众，只能看千分之一秒钟就闪过去了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快歌，也是带动气氛的，叫做《Julia》。出没错，或许只是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绕着你打转，一圈一圈公转，在人与人的银河，爱让我不间断，我因为你而转，一圈一圈自转。Oh baby， 我世界明暗，因为思念释然。云飘在天空，浪在海里动，世界太多，无法掌握的梦。这是我人生，我试着微笑，试着拥抱，在每一秒。我不想看见闭上的眼睛，害怕你最后或者泪流出手心。Baby， 你就是
完之后歌词不要借拿走。王力宏的歌好不好听？非常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拿出来。好，请上来，歌词本。上来，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签到明说一，上来就不要拍照了。好，有歌词本才可以上来。好，上来，上来。有歌词本的同学先上来，好，请。非常非常高兴，因为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学生在一起，然后玩得很高兴，然后看到朋友跟朋友之间的这样子的互动，让我很怀念我大学的生活，然后也很高兴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我的音乐。我们这一次是有一个新的活动，叫做，其实还不知道它叫做什么，它就是一个校园演唱会，然后呢它里面也有办签名会，这个方式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打击盗版的一个方式，因为呢，就是大家都可以来，然后欣赏一个演唱会，然后之后呢，他们都可以拿他们正版的 CD， 然后我们办一个签名会，所以我觉得是蛮丰富的，比一个签名会更丰富，比一个演唱会更丰富，因为两个都有。我当然很高兴，我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在现场啊，然后唱歌，再办签名会啊。因为通常如果是说只是办签名会，就速度比较快，然后比较赶，然后签就走了。但是这次就是直接在学校里面，然后感觉到整个学校里面的这个气氛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是很棒的。而且我自己很感动，就是说我可以唱一些歌。然后大家也跟着我一起唱，然后可能手上也拿着这个新专辑，就是精选集的歌词本，然后可以跟着一起唱，因为这次的曲目啊都是音乐进化论当中的一些歌曲，就觉得可以待比较久，然后跟大家互动更多。最后一首歌，好，那个我不相信他的日子。这一生的话，你想要不放心。